是吧？我在三楼，我去平房拿下，他在一楼。看到了，我们一楼，我家还有个人。那边还有个。我手枪夹着过楼顶一个。还有楼顶一个人。你我没枪，我在厕所里面。他在小，他在上面。OK。雷大鹏，雷大鹏，雷大鹏。牛逼牛逼。上两队在坡上里面。你把这车拿过来，全在驾驶室里面。去坡上。应该去这了，去四杠拿车。这个地方就一把枪啊，牛逼，在三层楼。走吧，走吧。好了，走了。这个三层楼就一把我的手枪。天路那两个，又停了个，反过跑过去了。天路跑过去了吧？应该是吧。我们俩都拼死呗。局限已经拉开了。这里好多人。我操！这是哪里？天霸的。我去拉他，我去拉他，我去拉他。你去挂着边边换人，我去拉他。你去吧。那破能待住是吧？能哦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哎我操，这个人兄弟，单标是吧？妈，真摸我近点了 ，DDT 毒了啊！哇，这里他这个他在水里，兄弟，他这个石头里面，兄弟在水里头。封烟了，封烟了，金霸到金霸了，天路倒一个，到真标了。那天霸是不是就三个？啊，天霸应该就三个，在树后面。哎，扣了一个，扣了一个。你们随便贴，可以把雷队长带进门去，懂吗？门口有个人。这是没有人看的，天霸下去了，兄弟。我动车了，我动车贴他们去，去他们那了。别急啊 ，OK， 你也去，你也去。别急，别急，架不到。这我架不到，这打，左边一个倒，打不了，倒了。哎，倒兄弟，完了，我丢了个雷，好像在水里面，没事，我爬到另外面。别急，别急。封烟，帮我封烟，我才能救他。宝宝给你封烟。我们天霸那个架全倒了。完全。我烟封了，我烟封了。二标好像还有个架枪的吧？四标屋后有个打两枪的四标。我封了烟了，周平。哎，我操，这烟起不来啊！但我能架。你把我盾牌拿走呗。再倒一个，天霸再倒一个。房子里一个，房子里。我去帮。哎，楼顶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房子里。都你自己捡吧。好。都得。OK， 来给你。哎，房顶啊，喂，看一下位置。天霸倒一个，天霸倒一个，丢一个，天霸丢一个，天霸死完。二打一，我丢左边的一，右边，这里房子里有一个，别左右房子各一个，懂吗？